不是都原谅了吗？你干嘛还要翻旧账？我原谅说明我嫉妒，不代表你没错，更不代表我不能提起。对不起行了吧？我不应该用会做饭来套路你，但你就没有套路过我吗？你跟艳影的合影，半夜女同事的电话，你真的以为我傻呀？你真的以为我看不出来这是你的策略吗？我之所以愿意动脑筋做这些事，没有向你直接提出要求。另外，这些要求非常合理，这是因为我重视你。我不是那种有了男人就没朋友的人，在爱情缺席的漫长岁月里，是友情一直陪伴我，支持我。友情不比爱情低，凭什么爱情来了友情就要退位呢？你确定你们对友情的界定跟大家一样吗？一个朋友凭什么叫我怎么做你男朋友？你说路飞的口口声声说你们只是朋友，麻烦你们玩这种自欺欺人的游戏，请把家里收拾干净，别露出马脚。拜托你整理好自己的生活，这是对另一半最起码的尊重。你最好想清楚，谁才是你最重要的人？我，还是你所谓的朋友？迟到了，哥，你昨晚没丢垃圾的？我记得我丢了呀。哼，垃圾又不是你养的狗，你丢了你自己又跑回来了。哎，艾总，你预定 Lucky Coffee 到了，温度啊刚刚好。谢谢。艾总，这花儿不是给您的，啊，不好意思啊，咖啡送你了。哦，谢谢。吵架是情侣的比武，冷战是高手的内力过招。晚上有时间吗？核心新开的西餐厅找朋友试吃，也可以叫丁宇阳一起。晚上啊，我们公司有一个饭局啊，可能不太好推。啊，那没事，下次吧。那我先挂了。小哥，我最近睡得不好，经常出现幻觉。我在别人身上看到他的影子，我以为自己能调节好，但没什么效果。问世间情为何物，不过是几种激素啊。哎，你说我用不用去看心理医生啊？有那么严重吗？体内苯乙胺严重超标了吧？非常严重，比我想象的还严重。而且，他已经意识到我的异常了。我现在甚至会幻想出自己没做过的事情，比方说扔了垃圾、褪黑激素、后叶催产素、血清胺，都给我来点吧。你吃什么药，打什么针，看什么医生啊？我送你一个字儿：浪起来。没事。我觉得摆盘可以再改进一点，让人一看就……你朋友来了？你怎么来了？不是有事儿吗？
改时间了，打搅了。怎么会呢？艾小姐能来我们餐厅品尝菜品，是我们的荣幸啊。何姐真会说话，以后这个餐厅肯定会特别红火。那也要托妹妹的福喽，以后没事儿多带朋友来照顾照顾生意。一定的，大力支持。哦，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去后厨忙呢。你快忙你的，不用管我。路飞，照顾好艾小姐。行，你忙吧。不错啊。你不是平时不喜欢叫人家哥哥姐姐吗？怎么叫人何姐啊？尊称呗。那你平时怎么叫他呀？我叫名字。我跟人家不熟。哎，我直接叫人家名字多奇怪啊。哟，你还挺维护他的啊。青青当年一口一个若曼姐的，也没见你出来阻止啊。再说了，我没看见人家何姐在意啊，人家还管我叫妹妹呢。怎么了？我管青青叫过妹妹吗？你找地儿随便坐，我去后厨把东西拿出来。没词儿了。嗯。哎呀，问你等于白问。你在这儿股份啊？没有啊。那你干嘛总来啊？义工。我喜欢餐厅，你知道的。哦，那倒是。你跟这个女孩什么情况？什么情况？嗯。你想问的那种事儿，我没问过。是不感兴趣还是不敢问？没有需要问的场合。是不感兴趣还是不敢问？没你感兴趣。不敢问。我就知道你不敢问，要不我帮你问。我觉得你们俩在一起的画风真的挺和谐的。那霹雳大红唇那种你喜欢吗？你这东一棒槌西一榔头的，到底想聊什么呀？我想给你介绍个女朋友。谢谢你啊，用不着，尤其不用你给我介绍。我眼光有那么烂吗？你的审美也没高级到哪儿去。路飞，马铃薯。哼，安卓。高中群，快出来看你的女神！班里都有谁在北京啊？大家小范围的想聚一下呗。路飞在，爱的路飞，快死出来，还扭捏上了。你这么激动干什么？送你一个慈祥的微笑。不要在群里艾特我了。艾特路飞，艾特路飞，艾特路飞，同学们保持队形。飞，我看你平时喜欢听歌，你是不是喜欢周杰伦啊？这张 CD 送给你，谢谢啊，你自己留着吧。你不喜欢周杰伦，那你喜欢谁的歌？孙燕姿。我也喜欢孙燕姿。我爱上一个人。别唱了，把这点心思放在学习上不是更好吗？
多远了？坚持一下吧。调整一下呼吸。我陪你一起跑。我爱跑八百。啊？我爱跑八百。是不是也在上学了？我的天哪，怎么同学聚会就逃不开这个孩子啊？那没办法，年纪大了。孩子除了孩子就是孩子，跟你讲。我真的崩溃了。哎，江管，马丽丽什么时候来啊？怎么组织的人迟到啊？就是。这刚说了在路上呢，堵车。要不咱先吃，别等他了，好不好？别等他了吧？是吗？先吃吧。不过我这个必须我得问一下大家，你们说句公道话，我当班长的那会儿。咱们班的学风是不是比艾班长那个时候是好？那必须是啊。是啊。说什么呢？你要是继续当下去，咱班的一本录取率还得低，是吧？怎么可能？哎，你是不是走错包厢了？监管家属来了。真讨厌！我不就迟到了一小会儿吗？看什么呀？给你们都没啥了。你确定你是马玲丽？等等，咱班主任叫什么名字？有意思吗？班主任姓王，王什么来着？就跟那个十三香特别像。王守忠。对，王守忠，王守忠，王守义，整个一亲哥俩。我可以做了吧？讨厌。一上来就给我考试，我最讨厌考试了。你怎么变这样子了？你把话说完整了。我怎么变这样美了？嗯？哎呀，真是看不出来呀、啊！你女大十八变呢。十几年了，谁能不变呀、啊？你们不都变了吗？这个长褶的长褶，生小孩的生小孩。咱们这里啊，这路飞没怎么变，时间真是太偏爱你。我看不是时间偏爱路飞，是你偏爱路飞吧？行了行了行了，大家别闹，都起哄多少年了都。哼，我进来这么半天了，你也不说敬我一杯。敬啊，那肯定得敬，老情人见面必须得脸红。我这清口味高粱酒，告诉你，利口不辣，一人一杯，必须给我干了啊！干了，一起一起一起。是。今天好不容易大家聚会，说点大家都关心的话题。我们俩这都多少年的旧事了，喝酒可以。什么叫揪着旧事啊？这么多年了，大家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行了，你就看看你想吃什么啊，加几个菜。哎，你别碰我鼻子，恢复期呢。哎，我看人都到齐了，咱别干坐着了，好吧？那个一块喝一个啊，好，来喝一个，喝一个，喝一个。这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青春不是一段时光，而是一群人。而是一群人。来来来，为了咱们俩，给干杯，干杯，干杯！哎，走一个。来，哎，上啊！我跟你说，这些老爷们儿酒量还不如咱们俩呢，是吗？我坐这儿。来来来，你坐这儿。哎，我说，你是不是嫁了一土豪啊？我还用得着嫁土豪？同学三年，你都不知道我自己就是白富美啊？同学那会儿，谁关注你家是干嘛的？再说你明明是个恢复宠啊。想死啊你。马丽丽啊，那个你在北京定居了吗？你结婚了吗你？
开大班长查户口啊？关心嘛。我先关心关心你吧。你结婚了吗？没有啊。路飞，你也没结呢吧？不是，咱都聊悄悄话干嘛？聊点大家能一块说的话题。最近有什么好看电影吗？路飞没结婚，一直空窗期。我觉得，咱们班长虽然没有结婚，但是有男朋友了吧？我看到你朋友圈发牵手的照片了。那我太好奇咱班长什么人能如他发言啊？谁呀？没有，就是一个普通人，叫丁宇阳。谁？丁宇阳？你跟丁宇阳在一块儿啊？这人还活着呢？你竟然抢走了我的校园男神！咱们大班长啊，做出什么样的成就啊，我都不意外。丁宇阳在哪高就呀？你等会儿。Ruoman，你觉得你好意思面对我吗？你对得起我吗？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说这么多胡话，我还不能面对你了？我也是凭本事谈恋爱的。凭本事？丁宇阳那么难追，我就不信你能追上他。除非你现在就把他叫过来，让大家看看，是不是？是不是？有没有点反馈呀、啊？你叫过来，大家认识认识嘛，一块认识认识。叫不来嘛，那就。他出差了。好巧啊！哎，江管，咱们俩也牵个手，拍个照片，回头我发一朋友圈，说我男朋友是张若昀。马玲玲，你什么意思？我意思这么明显，你看不出来吗？上学那会儿，你阅读理解不是满分吗？行了，我能证明，曼曼男朋友确实是丁宇阳，他也确实很忙。那人叫不来，电话总能打一个吧？不能，他打过来可以接，但是今天就是不能打。可以接，但是不能打，为什么呀？因为接听免费呀，你差这点话费呀，你给我。通话记录真有丁宇阳？哎，我一会儿拨过去，不能是10086客服接的吧？你干什么？怎么了？至于吗？可能是怕打扰男朋友工作。你老婆给你打电话算打扰啊？行了，我不都证明了吗？爸爸没说谎。换个话题啊，吃东西吧。那我可真同情大班长了，地位也太低了，电话都不敢打一个。你没事吧？我没事啊。你有事儿？你脑子有事儿？你脑子进水了吧？这就是你的审美啊？10年没见了，他怎么还那么烦人啊？哎，你能不能告诉我，他到底有什么我 get 不到的优点啊？你能不能跟我说的清楚点，让我别这么烦躁吗？你跟丁宇阳吵架了？没有。是因为我吧？如果不是因为我，你早就跟我说了。我终于理解青青说的那句话了。他说像我们这么举世无双的好朋友，就应该都单着。我还能帮你做什么吗？什么都不能。公司要派我到香港进修了。你这么说好像是我给你挤兑走的。什么呀，我这算晋升？去，以后咱们还是都注意点吧。注意什么？有什么好注意的？我想跟你做朋友，我还要去做个变性啊？是我先认识你的，路飞，是他小气，
人家安卓怎么就无所谓啊？你别意气用事，现在解决问题最重要。再说了，我们是比一般的……我问心无愧。我不会改变我们的关系，也没有人能改变我们的关系。他丁玉阳也不行。除非你跟我说，马丽丽不喜欢我，你让我离你远一点。那时候你再来做说客吧。接我下班，睡不着，找你聊聊。是你妈妈的事儿，还是亚小姐？我可能很难退回到不打扰她的位置了。你们现在不只是好朋友而已吗？还要退？好朋友的关系也对她产生了打扰。那你还能怎么退？彻底退出她的生活？如果他需要的话，也许我真的可以。很感人，可惜啊，一个成熟女性是不会被你这种随意放弃又不能解决问题的方法所感动的。我们需要爱人，也需要朋友，两者都很重要。这又不是什么鱼与熊掌的问题，而且这件事虽然和你有关系，但不应该是你去解决的。艾小姐才是最应该做出决定的那个人。如果他们俩连这点磨合期的小问题都解决不了，我觉得也走不长远。走，带我去兜兜风吧。吃完早饭，带你和我妈看电影去。姑妈没在房间里啊。去哪儿了？我哪知道？自从那天我说错话以后，她就没理过我。估计又看房子去了吧？我房间里啊，全部都她拿回来的小广告，什么保定利亚、玫瑰水菌，全是为你看的。小曼，小曼，上班了？不对呀，今天是休息日啊。睡觉呢。
子买点水果去。哎呀，哎呦，对不起。突然找我喝咖啡，想泼我呀？你化妆精美的白，我是不会让你恢复出厂设置的。我就纳闷了，这么多年了，你怎么还是这么烦人？彼此彼此啊，八字不合，人生克星。哎呀，我就不跟你绕弯子了，我来就是想知道你的个人状况，有没有结婚，有没有男朋友。你总问我这种事儿干嘛啊？你想跟我攀比谁男朋友有钱是吗？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我这是帮路飞问，他这么多年都找不到喜欢的人，就是因为他想……你疯了！你快醒醒吧，大班长！你说不泼我，我可没说不泼你，就当是当年我替你顶雷的回报吧。这班主任真的是太不相信了，我都承认了还找家长。那你为什么承认？本来就不是你，你猫认什么？知道你绝对是为我好，帮我解围，但也不能就这么顶着呀。我去跟他们说清楚。哎，过去过去过去。哎呦，你别过意不去，我没事了。哎，我跟你说，要不是我跑得快，第一个冲出去，那好几女生都要踢凳子。我谢谢你的好意，但是这种事必须说清楚。说清楚？你敢吗？你敢说这情书是写给阿尔曼的吗？你怎么知道？上课你看黑板，看你；下课你听音乐，我听你。可是，在咱们班，你就只和艾瑞曼一个人说话。我粘在他凳子上的双面胶是你给抠下来的，教导主任大检查那次，我塞给他书洞里的那本娱乐杂志是你给藏起来的。哎，我往他饭盒里撒盐。你居然把你的饭盒换给他，你还不承认啊？你说说你怎么会喜欢他呢？哦，他是学习好，但性格差呀。你不敢把情书给他，就因为怕他告诉老师吧？马玲丽，啊，你能不能帮我保守一个秘密啊？除了你之外，再没有第二个人让我花四五个小时在这熬过期鸡汤了。保护好心里的，我第一个考虑的就是你啊。那么多疼痛小小说，所以那个吻的意思是感激，只有一小部分是，
还有欣赏，男女之间的那种欣赏。再说了，我们是比一般的，我问心无愧。男女之间啊，没有纯粹的友谊，也没有纯粹的同事情，无非就是暗恋者付出，被暗恋者享受，彼此假装不懂游戏吧。是私心。我不是什么完美无缺的朋友，我也有我自己见不得光的私心。什么时候喜欢上小水的？一块块一口口一点点吃透，有没有什么能长久，有没有什么能保留，无限期无理由无条件拥有。好像是从一开始就喜欢他。最后的一小杯红酒，那很久却开不了口，不舍得不愿意不想要放手。那还是丑小鸭的时候，呵呵，果然女主角光环比天大。发展到最后变迁就，还有谁还记得还说过不。戏剧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谁还不曾爱得像个小朋友，执着的抱在怀里不撒手，以为撒娇。我比小水差哪了？我的女主角光环让谁给我关了？就能得到宠你的笑。谁还不曾爱得像个小朋友，笨拙的不知道怎样才好，以为那十年后他们重逢然后结婚了。就能得到干嘛剧透啊？我觉得这男主就是个渣。你能不能别把自己主观情绪带到戏里？哎，他喜欢女主，他为什么不表白？男人没种就不是真的帅，徒有其表。那可能正是因为不表白，才会有这么美好的一段初恋暗恋。美好的暗恋。你的确实不怎么美好。你懂不懂啊？两情相悦不表白，为了折磨而折磨。那如果男主不确定女主是不是喜欢他呢？万一表白了，连朋友都没得做。你的意思是说，如果男主表白了，女主就跟他绝交？你到底有没有好好看戏啊，大哥？女进男退，男进女退，他们就这样磨磨唧唧了一整部戏。我觉得这个电影可以改个名字了，就叫《酒醉的探戈》。就能得到宠你的笑，谁还不曾爱得像个小朋友。新的角度让往事有了新的解读，每个你曾经认为自己想多了的时刻，突然变成了想得太少。在真相面前，过去轰然倒塌，未来一片混沌。文飞，港大进修的事儿定了，有你，
你怎么知道？昨天我在主任办公桌上看到正式文件了。哎，等周一上班的时候，主任给你正式通知。你可要装作刚知道的样子，别把我卖了，啊！哎，那我要是走了，你这忙得过来吗？你走了，我肯定要累啊。但是等你回来，那可就不一样了。我还等着你这港大牙医学院的金字招牌招揽客户呢，啊！陆医生，您的病人到了。你怎么来了？我有个朋友爱吃糖又不刷牙，我带他来看看牙医。你就是牙医叔叔吗？是啊，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朵朵，花朵的朵。你好，朵朵。你好。他平时不刷牙的时候，我总拿看牙医吓唬他，所以他特别害怕牙医。我们牙医都快成了狼外婆了。这里边有几个龋齿啊？不是有句话是说乳牙有问题不用管，等换过牙之后就好了吗？谁说的？这是家长对口腔安全的一个特别错误的认知。儿童的乳牙龋齿会影响口腔的卫生环境，长大了以后特别麻烦。好了，叔叔没骗你吧？疼不疼？谢谢叔叔。听话了，看了牙医，可以吃冰激凌了吗？你都有虫牙了，还想吃冰激凌？那你在这儿问问牙医叔叔能不能吃冰激凌，妈妈去交费。嗯，帮我看着他点。嗯。牙医叔叔，我可以吃冰激凌吗？妈妈，你快去交费吧，不要打扰我和叔叔说悄悄话。吃巧克力也可以。那如果吃巧克力或者冰淇淋会让你的牙里面长虫子，你还吃不吃啊？可是我每天晚上都刷牙呀。那就等你妈妈回来你再问她吧。那还是算了。你是我妈妈的男朋友吗？小爱，你去哪儿了？错了吗？知道了，错得很严重。这还差不多。我爱你。我昨天看到你给我打了电话了，打回去怎么关机了？丁宇阳，我爱你，我爱的就是你，丁宇阳。我一直都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丁宇阳。电话。认错态度我很满意，下次不要再和我辩论了。你不是我的对手。暗恋真的太痛苦，一点都不美好。没有人更比我知道那种痛苦了。他不适应你。6年，也不是10年。聊的其实就少了，就是想分享的就少了。主要是没有共同的圈子了，三观或者是步伐不太吻合了，互相说的不一样了。然后我可能说的他听不懂，他说的我听不懂。那个时候女孩子嫉妒心会互相嫉妒的那种，然后就会比较疏远。
对方发生了一些生活上很狗血的事情，所以我疏远了。会经常在朋友圈会发一些奇奇怪怪的广告啊什么的，然后推销各种东西，慢慢的就觉得可能不是一个圈子的人了吧。不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长大了之后，你会有家庭的责任，会有个人的追求，所以朋友之情变得越来越淡，其实是正常的。这个没有太大关系，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嘛，对吧？啊，他有他的圈子，有他的生活。我心里面一直特别清楚，就是我真正的朋友有几个人。我觉得如果是朋友的话，你就不需要要刻意维护。我们俩永远会像最开始那样亲切热情。